萱萱呢？今天是你学校的毕业的 ceremony 对吗？嗯，爸爸妈妈要陪你去学校拍五分钟的照片。欢迎来到我的 Swen Movie。现在我们出发去萱萱的 school 咯。萱萱的学校的毕业典礼，今天他们会是在 Facebook Live 哦。我啊，爸爸、萱萱都在一起啊，你们。
我们现在在瑄瑄的 annual concert 现场。